人的签约东仔。在去年八月接受男友海莉的求婚，不过两人迟迟都还没有去登记。八日，董仔终于在网上和大家分享好消息，透露在上个月30日终于完成登记。先前因为董仔有点迷信，所以两人迟迟还没定下登记的日期。这次终于找到良辰吉时，而那天刚好是海莉的生日。完成登记后，海莉满脸幸福笑说：“终于光明正大叫老婆了。”董仔也开心表示：“不是未婚夫、未婚妻，是老公老婆了。”同时，董仔还晒出新的身份证，互相亲吻彼此，整个画面充满粉红泡泡，让粉丝看了纷纷的留言恭喜董仔和海莉，一定要幸福哦。